嗨大家，我们现在在台大医学院。我们现在是我们的期末考周，我们刚考完我们的大魔王，下面的人全部都在忽略我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很好吃的东西。对，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
有点太营养。水水，第一位是吃水水了吗？我觉得它汤，它有一点烧焦味。这把要讲出来了，就是一个非常老实的，是可以的吗？还要加更多酱吗？我觉得蛮好吃的啊，味道跟上次很一样，不太一样。惊喜包，他每次都会吃出不一样。你筷子走开啊！就可以再加一点沙茶是吗？还是你们觉得还好？我不知道啊。再加吗？还是好吃。我刚吃过了，但上次好像比较好吃。谢谢，因为上次的南瓜有烂，这次没有。我要说实话。我觉得上次比较好。我也觉得。第三位试吃者，比较淡一点，是吗？所以要加更多沙茶吗？是比较淡吗？好像是没有那个，就是吃到后面，吃到后面会流泪，没有那个鲜的味。这样录是可以的吗？什么鲜？哪方面的鲜？不知道，哪一种鲜？鲜第一口会有味道，但到后面的话，就是好像又不是沙茶加的味道，不知道。那会是什么？要给你吧。这是第一次吃的人。它看起来就是，其貌不扬。但是因为它的样子跟它吃起来不太一样，所以你就期待就很低，然后像上家期待很低，然后就发现很好吃。是的，我觉得期待还蛮不错的。对啊，他还要吃吗？就赶快要 take 他。哎，他不会讲评，他不会讲评，我会讲评哎。我说谁说的？我也是可以讲评的，你也是。哇，一股鲜的烟在飘。好雾浓浓哦，他长得很扯不上。我觉得他长得很丑，但很温柔哎，吃起来就是那种，像是那种很柔，然后吃起来会让你觉得这个男的美，对，就像美。对他其实没有他长得那么差，他长得就是那个，但是他真的是好吃的，对。先把这个南瓜刮下来。哎呦，这个很软，这个很软。对啊，看起来你那么多鸡排，我满足了。哎，我知道我在干什么，他会以为我们在玩食物，没有，我们会吃光的哦，因为很好吃哦。不要就这样骗我小孩，来，眼睛闭起来，嘴巴张开。不要看就好，不要看就好，是吧？请用舌头感受，不要用眼睛。他们一讲出来就对。对啊，他讲什么都会，他讲什么都会。对啊，他讲什么都会。请用身体感受，你用你的感官。用感官。好了。
好了，可以了。不会，你会变好呀？我不会好。这是 YouTube 他不十八禁的，我就不要了。等一下，这样子小心一点。你变成黄标女了，那你快再发一部影片，他应该觉得我被黄标的影片，他应该觉得不爽。开始好了好了，黄标哎，我觉得颜色对了，我没有这颜色，黄黄的对了，超适合你，黄黄的就对了，好爱试试。对味，我觉得非常。我觉得南瓜也做多了，真的，但是好吃的啦。进化版，嗯，它好像味道还是淡一点。那要加更多沙茶吗？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吃了，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不像生梅有特殊的，还好是不是？你说什么的呀？但是它的汤很完整。南瓜吧，这次更正版，我们更正了什么东西？就是南瓜鸡汤，然后放了番茄跟完整的南瓜一块，然后它已经很烂了，然后倒饭。我觉得这次比较鲜甜，沙茶比较少，它就是比较健康的口感哦。好正哦，好正哦。有人要吃什么？先不用。晚上没人。你那个是有用吗？对啊，你吃有用，你是有用吗？有啊，吃晚上喝海水。他刚说的。我在说的这种事。我看你已经讲了很多遍了，你现在还 get 到吗？